morning, guys. 我是艾薇。我等一下要去拍我人生第一次自己的宣传照，然后有点小紧张。我昨天睡觉睡到凌晨四点多的时候，就突然间起来，啊，太紧张了。希望等一下可以拍的美美啦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冲凉那些全部，然后就准备出门。换好衣服了，然后现在要开始了。哇！小心哦！你不要跌下来，我跟你讲。试一下，很好，等等，来吧。有什么感觉？开心，因为秉淳大哥说我棒，一直炫耀这句。好了，我的宣传照拍完啦，很开心。然后觉得秉淳大哥真的是很厉害，然后他一直好，很棒，很棒，然后弄到我整个人都很 confident 了，就原本很紧张、很严肃，整个气氛变成哦 OK 了。然后也很快就拍完了，所以我觉得秉淳大哥真的很厉害。然后觉得自己做到还 OK 吧，但是我觉得下次会更好的，一定会越来越好。然后过后准备专辑的时候，你们就要多多支持我啦， OK? Love you guys!成龙跨足电视以及新媒体版图的完全娱乐节目，不仅娱乐专业受好评，更不停刷新新纪录。恭喜恭喜恭喜 ！YouTube 频道达到新的目标，五月天帮你们做一个片头 jingle。开播24年，完全娱乐成为各界最信任的娱乐品牌，娱乐圈焦点，华人娱乐第一指标，我们就最爱完全娱乐。无论是打开电视或是连上网络，就是要你无时无刻完全娱乐。